嗨，比完，对，今天要去看2018的漫画博览会，先找朋友，找朋友一下。只是头比较大的。哇，干什么？应该是前面那个。路仔已经排出来了。我们要去入口吗？所以今天是要来抢福袋吗？对，来抢福袋。啊。可以到我的虾皮去看，来卖的。耶，我们找到入口了，漫画博览会入口。哎，进场了，进场了。来到漫画博览会的现场，打到很多敌人呢，带大家来逛逛漫画博览会现场。一些商品，现场人超级多哎，大家都要去抢福袋喽！给大家看一下限定的福袋，《进击的巨人》啊，好多好多种动漫的福袋。来到福威尔的展场，这有柯南哎！哎呀，我都 cos 福袋啊，都 cos 福袋。在找门票跟兑换奖品的地方，跟着鱼蜘蛛一直在找兑换奖品的阿贵弟。这边就带大家逛逛各个摊贩，有些抽奖的啊，或是动漫的商品。大会兑换机到了，我们排队。大家好，我们这边是电线罗爵酒神战甲，来点我们今天。魅力反射，万蓝蓝色，我就来带大家看看哪一些漫画。这些我都不太认识哎，就纯粹来欣赏一下。好久，看看商品。那个券是可以抽奖用的，谁要去旁边填写？这次比较丰富，比较早来比较多东西。像我之前如果比较晚来的话，就抢不到那些东西了。有拿，比较好啦。大家好，我们这边是电影。如果没有门票，就不能换奖品。你还没找到吗？没有，找不到啊，找不到。鱼一只兔忙着写抽奖的资料，可以希望抽到大奖。现场看到很多的布偶装，真的蛮可爱的。哇，一个扭蛋区。然后在这一个展区这边呢，就是很多的动漫的公仔啊，大家就自己看一看吧。不多说介绍。小鸭到了，来到这里是黄色小鸭的游戏展区，这里面可以跟黄色小鸭各个的游戏区来做游玩体验一下。啊，刚好来拍一下《战舰少女》的展场秀，哇，好多这种装扮的动漫人物。
着鱼之兔去买福袋喽。他说他要抢福袋，他这次买了三袋福袋啊。我们再看看有哪些限量的福袋商品。鱼子兔买了三袋的福袋耶，哈哈。Yeah, so today， 今天就是对去了2018的漫画博览会，对，就跟鱼子兔刚好碰到他，他说他也要拍影片，那我们就跟他一起去看了展览，还换到很多奖品，很奖品。对，就是很可惜没有拍到什么。角川啊，或者是那个东立，对，如果想看海嘛，或者是漫画，或者是有看到一些可爱的 cosplay， 对，啊，那连火影忍者都没看到，我还没买到杯子，没关系，下一次的2019的漫画博览会我再去看看好了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右下方按个订阅，然后开启铃铛哦，才可以收到更多新通知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